他会不会第一套就死也太可怜了，我真的。他会给你写个女朋友出来吗？最好女朋友，有没有女主角啊？我想问一下，我有没有？应该都有女主角的呀。这个女主角叫马小跳，我看你能不能把那个作者杀掉，真的。他死定了。把女主角写的吧，写的我，写的我啊。女主角马小跳，蓝天飞连夜买机票去杀作者，刀都磨好了，磨了把40米长的大砍刀，兄弟。那女主角就是我，把我和蓝天飞的爱情故事也写一写，叫蓝天飞为了追求我，然后那个来到山东，然后见我，然后把我带回长沙。兄弟，你确定他去山东，他不是杀手吗？不是去杀你的？不是去见你的？五四广场阳光都是 DJ。而且你现在人在长沙，兄弟。他为了爱情来到了山东，把我带回了长沙嘛。嗯。蓝湛飞去的时候背了个包，回来还捧了个盒子。嗯，看这是马小跳。走在湘江边，还撒出了一把。像面粉一样的东西撒在了香江里，撒出了一个 M4。蓝湛飞每天晚上小八 K， 每天工作800秒，辛苦。急救包、饮料，还有手雷，还有数颗烟雾弹。这把小说的细节一定要写好啊！这把马狗的任务让我做一次行不行？要看情况嘛，对吧？蓝湛飞辛苦直播一整天，晚上下播的时候推开了我的房门，对我亲切的呼唤了一声。我操！对我午夜色情人，哎，你接马小姐，在吗？有空吗？不是，谁又马小姐讲了一句，蓝哥哥，怎么了？然后，只见蓝哥从他的腰裆里面掏出了一个绳子，还有两个蜡烛。都已经是马小姐了，你想这个画面，你为什么还能笑得出来啊？等会儿，写错了，不是马小姐。蓝湛飞打开了我的房门，对我亲切的呼声：“宝贝，碧罗，干嘛呢？”然后走过来，碧罗吗？碧罗，碧罗春。那也别叫碧罗了，叫个好听点的名字，就叫小乔吧。这样，蓝湛飞在马小跳的房门里走来走去，马小跳正在换衣服，然后蓝湛飞再也忍耐不住，冲了进去，一打开，只见他讲了一句：“哇，金色传说。”金色传说，你玩撸死了，兄弟，我的妈！金色传说，兄弟，随后蓝湛飞按捺不住自己的这个情绪，走到了碧罗的身旁，按住了我的双手，为我宽衣解带。我操！然后默默的拿出了一个手铐，用枪指着你：“对不起，我是卧底。”我操你妈的！对不起，我只想做个好人。这剧情反转太牛逼了，我的！不好意思，下车。各回各家，别乱跑。好的。我准备收完警局就找马狗，我要做任务去。别做了，别做了，我这个剧情这个少个 NPC。我想做任务。升不了多少经验。来，是不是现在 NPC 他妈的戴有色眼镜，让蓝湛飞做不让我们做。NPC 戴他妈有色眼镜。我们是不是没充钱？所有 NPC 都是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？有两种原因：等级不够，装备不够，充钱不够。老子没充钱吗？老子人民币玩家。啊，那就等级不够。老子等级不够吗？老子玩认识你那么久了，等级不够吗？啊，那还有一个东西，人品不到位，随机获得。人品不到位。啊，这是像马小跳。我跟你说，问题就出在这里，没有打 NPC。哦，我也没打过，说不定打 NPC 会掉落更多的装备。打了 NPC 游戏不用玩了，直接给你封账号了。放屁！不可能。
你打了 GM 的号，你打了 GM 的号，我告诉你，他就不会用那个号打你，他会换小号杀你。我以前玩传奇，就那会没钱充点卡，然后偷偷的去玩师傅，我不是宣讲师傅啊，师傅肯定是不好的。然后在里面打了个 GM， 是他哥，他拿了个小号堵我门口，堵我传奇那个门口，堵了我一个小时。我都没钱上网了，还想出去练级，一个小时没让我出去，足足一个小时。是你哥，我把他小号打死了，孤儿、哎、太惨了。人脉四有人要吗？赖吧，呛呀！好，没人理我，我待会儿再问一遍啊。啊，你说。暂时不要。你说。人脉四有人要吗？不要不要。好，那我一点都不温柔，你应该问，您有最新的消息？您有新短消息，请注意查收。哎，不是这样的，一看就知道没玩过那种网游游戏。别人是这样的，他们新的手机现在就是这样的。那个叫什么东西？那不上网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那对对对对对，上网十字音。别人是您有最新的消息，请注意查询。哪有你那样的？查收收收。不是的，好吧，是您有新短消息，请注意查收。放屁！别人没有新短的，别人是您有最新的消息，哪里有新短消息？那可能你们那里的网吧跟我们这里的不太一样吧。而且我那里不是网吧，我是玩的那个，那会我们家上网都没有什么宽带的，都是用电话线上网的，就一个小时七八块钱，老贵了，两千年的时候。那天我偷偷上网上了两个小时，回家被我爸打了。把你爸一个月工资上网了吗？也没有，我爸一个月工资有千三呢，一千三。哇，一千三在那个年代很高了，好吧？两千年一千三，相当于现在七八千吧。很高了，已经。两千年一千三也很高了。有没有五五六的步枪啊？我太难了。毒还来了，我的天哪。再看一下这个圈。这个三级包你没？我有三级包，我要药。哦，不是，我要枪。我要三级包，但是太远了。我步枪，我步枪，步枪，步枪。来，大哥，那是拨号上网，要电话费的。我靠，你知道最早的无线网卡是什么样的吗？不是哪里都有那个宽带的，大哥。普及率没那么高的，你别以为我吹牛逼。普及率不高的。还被搜过呀。我走了，八八六。八八六。麻跳，给你把狙麻跳。那会儿的宽带不普及的。不行，我必须给你。我有。你一个月要多交百来两百块，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没有必要的支出。因为那会儿，在家长看来，他们用不上电脑，然后他觉得孩子用电脑就是玩游戏，那更加不会开，你知道不？那个时候我都打单机游戏，没上网了。我爸玩电脑，我爸玩电脑，而且他那个密码电脑还是个密码八位数的，不让我玩，就自己玩。但是没，我已经把我爸的电脑全部就设了四次密码都那个什么键，你知道我爸到了之后面把电脑怎么样了吗？嗯，他不给我设密码，他走了他就拿那个主机线的那连着那条线走了。上半天我爸也拿过的，我爸也拿过的。嗯。然后我就拿那个电饭煲的线是吧？对的，
是不是啊，兄弟？就是电饭煲那些，又不行。他妈一模一样，我小时候的经历跟你出神的相似，兄弟。就是我是找了好久，哪里有这样的电线，搞好久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爸给我设密码，我后来我学会破密码了。然后就是电饭煲那条线。破密码玩，我就觉得自己贼聪明，我跟你讲。金山扩容。设密码没用，我小的时候我爸给我设密码，我进安全模式下给他解开了，照样玩。没有，我是把电脑重装了一遍。我是进安全模式，进 DOS 下，然后进安全模式。我不会那个，我就猜对了好几次密码。我爸设。初中的时候你会那个呀？我设、啊，你是初中吗？我是小学。就是我是初中，我爸会设密码，但是他忘记密码旁边有个提示，他把密码设进去了，我就按着那个打，后来就觉得不对劲，每次都发现我有上过网络痕迹，后来就把那条线拿走，主机那条线。其实那会也很难骗到吧，因为你那显示器开久了就会热，他回来一摸显示器后面，哼，又得打一顿，要死啦！停个车！你死不掉，真死了！每次你说死不掉，我全死。说了你死不掉，你好烦呐、啊！喂，哦，可以打包了。不过那会的单机比网游好玩。背包。是的，而且单机买那个光碟。买光碟5块钱一张。对的。下载一个，你怎么买张金山游侠的盘？我不是，我是去那个街边买的。对啊，我就是买金山游侠的盘嘛。那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上初中我买光碟，那什么，后来上初中买光碟，人家开始都买游戏，后来直到我发现新大陆之后，我不好说。我记得有一次暑假，我读初中的时候，有一次暑假我去堂弟家，贼牛逼，兄弟，不跟你吹一点牛逼，他爸有一脸盆的小电影，牛逼，你知道他藏在哪里吗？我到现在都没想通，藏哪里？藏在那个厨房那个托盘油烟机上面的那个柜子里面，我也不知道我堂弟是怎么找到的，他就给我看，牛逼了，你堂弟现在分头找紧密壳了。我堂弟是一个真汉子，兄弟，真的不吹一点牛逼。小时候他爸打他，他骂他爸，你敢信吗？他骂他爸，就他爸打他的时候，他骂他爸。骂啥？就老棺材有本事你打死我呀！怎么样？这样操！怎么就骂他爸。哼！然后后来有一次暑假，就是他们家到我们家来吃饭嘛。然后他爸就跟我爸，哎，我靠，我药没打上你就开了，没打上哎，最后一秒钟不到。然后他爸就跟我爸讲这个事，然后我听到了，我就在饭桌上跟我堂弟说，你不能心里骂吗？你非要骂出来。然后据他爸说，后来他就我堂弟就没有当他面骂过他了。我小时候被我爸打，我敢这样说话。我跟你说。我曾经试过被我爸一脚凌空飞出4米高，然后滚下楼梯。4米太过分了吧，兄弟？因为没也不4米远吧，不是4米高。那会儿不听话，偷家里的那个5块钱去网吧上了2个小时的网。前面有车吗？没看到。我也偷。我操！这种紧张刺激又快乐的感觉，真的，一般人不懂。我也偷过。
不像是什么，我妹妹很多零花钱，我没有钱，知道不？你知道这难受的感觉不？太惨了。我知道。哦、我而且而且我是知道我家里有钱的。我爸没有经济制裁过我。我刚把绷带住。我爸只限制我人身自由，把我锁在房间里，不让我出门。嗯。我家住三楼，我爬下去。谁没试过？谁没爬过？谁没被锁过？讲究。没被锁过。嗯。我被锁在房间里，我爸晚上睡觉了，晚上十点钟爬出房门去上网，上到一点钟回家睡觉。没梦想，你应该通宵。通宵必死。我小时候还是比较老。就我家那个房子特别好爬，你知道吧？我三楼出门边上就是就出窗，边上就是个水管，我沿着水管往下爬一点点，就到地了。就是那个二楼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东西啊？天，那个叫楼上有人，就是小院，它封顶的。我操，上面有东西。这个时候开翻的话，我就可以吃饭了。哎、下车，下车，车炸了！哎，老子打不过你，还不能跳水吗？哇，终于像被打到脑壳啦！别打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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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打我！哇，哎呀！哎，打那么多人打，三楼还没一整队，兄弟。我眼看我就跑到安全的地方了，就被打死了。哎，二八好像能救人。我帮我这里去呢。你要能救得到二八，真的见鬼了。真能救啊，二八。能救啊。能救吗？两把结局都一样啊。沿着那个坡过来，现在还来得及，一会儿就来不及了。没得救，没得，我感觉没得救。你这个距离跑过来，我是没了。你送他走吧，送他走吧，不然他。你给他送走吧，老给他一线希望干嘛呀？我等他们舔包。舔包的。我这个位置，我等他下来舔包，你看他死不死？马哥，你爬上去让他们看到你的包。看到了。不然怎么舔包？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我漏了一条放上去。太凶了，我包里也没啥，就一个医疗箱，一个急救包，我几百发子弹，一把 M4 满配的，带枪口补偿器的那种。现在又是开着车唱着歌吹着牛逼，又被打断面，而且这个安全区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。你说我们跟着上桥，在这堵桥不就发了？我从来就没见过这样的安全区，我讲真的，我从来就没见过这样的安全区。你说他下个圈怎么说？下个圈，我就没见过这样的安全区，真的是。刷海里，这安全区还有一半不在屏幕里，都显示不了。他是有毒。刷海里，他肯定会刷回来的，这个你行，要么刷左边右边。他不说改了吗？不会刷在海里吗？不能刷水里面，现在想出什么刷海里。
活了。不巧，还有一线希望。不读了。装备是够了，咱们怎么打决赛圈呢？忘不了你的爱，我结局又难更改。加个油啊、哦！说不定这把结局还能更改，就是这个圈人很人还很多，估计会堵死一堆。那桥不能堵，堵了桥进不去圈，人肯定会防这边。你让开车的过来给你探路。第四圈我还能吃这个毒，我身上五个急救包，绕呗。实在不行再进水呗。这拳有意思，还有船呢，海上。
啊！哎呦我操！再见兄弟，告辞。哎呦，尽力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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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见。